不行，200度高温啊，就给它熨烫熨直的。一开始我也不明白，我说你别给我整这个人瞅都像假的。他说你要老铁揪下来一缕，用火一点，一捻是灰，一闻是羊毛的气息，这是好鞋垫子，这是好鞋垫。抗寒保暖40度的羊皮裤加厚的，老铁啊，羊皮裤子活里活面，能拆能卸，开点羊皮板的，老铁啊，太重要的事情，能护住肚脐，能护住后腰，拉嘴拉两个后腰，反正利索的。是毛皮毛一体的啊，正反两穿，男士女士都可以穿。咱们想要给自己，就是说还没有给自己去安排上一件真皮毛的一个衣服穿的，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家这款啊，羊毛马甲，保暖效果是非常棒的啊，穿到身上呢既保暖又舒适。咱们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，来我直播。给大家推荐一款羊毛护膝，老寒腿、关节炎、风湿腿的冬天必备的一款保暖护膝，穿上以后保暖效果比较好哈、啊。它是羊皮毛底的，带着皮管的，又厚又密实。看一下这羊毛羊皮板，三个长度可以选30厘米，这是50厘米的，这是60厘米的，有黑色、灰色两个颜色哈。面料是高弹的针织面料，弹性比较大的，穿上以后不仅没留下好的，放心买，放心带啊，男女老少都能穿。